感谢读者朋友们打开的文章，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放松。欢迎们来吐槽，真是不胜荣幸，将努力分享更好的文章给你，多多支持，让更加有动力创造出更好的文章内容。岛屿16岁开始整容，9年整145次，小伙为整钱照片引观众沸腾。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一表人才，脸上满满的都是帅气，丝毫看不出一点整形的痕迹。然而这个今年刚满25岁的男生却已经有9年的整容史了。小伙在某一综艺节目中自述，从上高中开始就开始整容了，因为那时候他对自己的颜值非常的不满意。虽然年纪还小，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去整容来改变自己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一点。虽然大家被他的颜值所吸引，但是男子的话却让观众们不淡定。小伙子说，自从第一次整容后就开始迷恋上了，虽然现在才25岁，但是自己整容的次数已经高达145次了。这时候观众们好奇了，到底他原来是什么样的长相呢，让他如此疯狂的整容。后来小伙也是非常自信地放出了自己从未整容前面的照片。当照片拿出来对比后，现场观众们沸腾了，这简直就是两个人啊，变化也太大了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